2019全国排网争霸赛重新选拔赛又开始报名了哦。即日起，娱乐刷大牌推出新赛季、新赛制、新刷法，每三个月为一个赛季，赛季最后15天为季赛决赛，高手对决，华山论剑。通过层层选拔角逐出前三名，将拿到直通竞技卡，争夺重庆代表队的最终参赛名额。为了防止高手漏网，十名平台嘉宾每人最多2张复活卡为优秀选手站台，再加网络投票，漏网高手都可以获得宝贵的复活机会哦。全新赛制只为选拔出更优秀的你，娱乐刷大牌，夯实你都来。今天两连冠擂主陈勇向三连冠发起冲击，他迎来的两位挑战者分别是何荣胜和程建夫。上半场三位选手抓牌次数都差不多，但实力不凡的擂主因为拿下104倍的名牌，比分遥遥领先。下半场擂主越打越稳，但两位挑战者也还在寻找机会反击。到底今天擂主陈勇能否成功拿下三连冠并获得季赛的门票呢？先进一段广告，广告回来精彩继续。登录3w.gogo.cn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参加我们节目。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天看2次娱乐耍大牌不能解决的，如果有那就看3次吧。2019年娱乐耍大牌赛事大调整，除了每天午间12点档和傍晚18点档，还新增一个深夜23点档，一天播3次，欢乐不停，精彩延续，一定要盯到砍，搜到砍，目不转睛的砍哦。娱乐耍大牌，夯实你都来！牌王争霸赛，有你更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小满，我是唐哥吴来。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锁定文体娱乐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《娱乐耍大牌》啊。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首擂的这位擂主陈勇老师，我发现观众对他印象很不错。陈老师水平、技术，包括牌运都还是比较不错。都不错啊。尤其是前两天我们的平牌嘉宾对他评价也不错。平牌老师朱一斌老师都是在说哈，就说陈勇起码来说哈，其他的不敢。保证在打2打1那个头的连线肯定有点长了。对，以前啊，我们都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有高手出现，是今年没有哎。算是赶到我们过节的尾巴出来了。对头对头，所以希望陈勇就是我们之前说的，过节的时候这一位高手。好，啷个还是先来认识下今天来的选手。我叫陈建夫，来自江津区。我平时天天都来看那个。娱乐耍大牌的频道，希望今天呢多拿几把好牌，打出优异的成绩。大家好，我叫何荣胜，来自九龙坡区。那个2打1啊，其实增强娱乐性、趣味性，对那个生活当中呢还是可以增加很多乐趣。希望今天能发挥好的水平，争取当擂主。大家好，我是两连冠擂主陈勇。昨天的比赛。分差都一直不是很大，最后我稳定心态，抓住对方的失误，以微弱的优势拿下了比赛。希望在今天的比赛，运气好一点，失误少一点，拿下3连冠。好，欢迎欢迎欢迎每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选手啊！其实胖哥说实话我特别感动啊，因为我们节目呢每天都有选手参加，而这些选手呢大多是来自我们重庆各个区县的啊。大家都晓得我们大重庆其实那个范围很广，嗯啊，有些远的从我们最远的包括从万州那边，对啊，很远跑过来，都是啊，嗯，哎呦，那个确实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希望打出好成绩啊。好，希望今天3位都有好的发挥。好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。首先要欢迎我们的平台嘉宾陈亨利，欢迎大家。来认识一下今天的3位选手啊，擂主呢是陈勇，两位挑战者一位是何荣胜，还有一位是程建夫。不巧，挺好的，3个3代，一把顺子，只不过3代稍微有点小。3代1，3代1，3代1。何老师这边3张4一接，走起来走吧，不要了，等你可能性过了就没有了。顺子，顺子，直接不要了，不要了，
陈勇原本是想跳牌。嗯，三代爷花牌如果当做三代可以接一手，但三代三嗯花牌一出来他就开炸了。三代爷，因为所有的牌已经捡完了，过了。对，过了。这是在等什么呢？没接得很清晰。对起，嗯，过了。对儿，关到过了，不要了。第一把牌比较温柔啊，底分只有两分。三代爷，不要了，过了。火箭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把结束之后呢，程建夫是八分，另外两位分数都是负四分。嗯，不错啊，陈勇老师这个牌非常不错。嗯，那把牌应该抓起来的话都亏明牌了，可惜只有一炸。嗯，他那种花牌处理起来都比较灵活了。哇，反正边打边看啊。嗯，其实那种牌不要明牌的话也不会过，打个单五回个单二，然后手上可以组成三把顺子。嗯，二过了，不要了，顺子。四到十过了。哦，并没有，应该不会接，他还是保留三把顺子的可能。这样的话，花牌当勾啊。对的。对起，对儿关到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孙子，过了，不要了，孙子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孙子。不要了，过了。这两把牌都比较顺。火箭，比分三分。三。好，来看一下现在呢，何荣胜负十分，陈勇八分，程建夫两分。三梦，不抢，不抢。哎，不得也还可以那个牌。嗯，起码牌面是比较顺的。嗯，对。就打三四五六七怎么样？顺子。打三四五六七，找断章吧，唯一的断章。嗯，过了。然后如果接起的话，他毕竟还可以做个九十国框 K 十五框 K 毛的顺子。他这个牌好灵活，对子三代都可以拆。姊妹对。嗯，顺子打大了的话，肯定都是打半子炮，不会再打。顺子了，嗯，但我担心他会去拼春天呢，看一下他会不会这样。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，因为毕竟外头花牌，有花牌，花牌可以组成炸弹的可能性太多了。嗯，三代爷过了，不要了，顺子，不要了，过了，对九。对框，对儿关到，不要了。前面三把牌一人抓一把，一人赢一把。九 ，K， 好，小鬼。现在来看一下分数啊。大鬼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，何荣胜负四分，陈勇五分，程建夫负一分。三梦。这把牌应该会比较热闹啊，有四张五花牌双王三炸，还有四张圈两牌，嗯，补了四个圈，嗯，但这个花牌看怎么用，还是刚刚来龙说的，花牌在组不起其他炸弹的情况下，它的灵活性都比较大了。嗯，谁
儿，不摇了，不摇了。桃四 A。对九。一对勾。对勾杆儿。过了。对帽。过了，过了。孙子，六七八九十刚刚好啊！这个名牌了，不应该投给他才对啊。嗯、对。孙子，其实都算没名牌，那个牌都应该先打勾、打 K、打出出来。过了。如果能够打大的情况下，你可以。选择打三十个游戏，不要那个炸弹。但是明了牌，那明显是投到不要了，对手手头起了。八，四，二，过了，过了。三带一，他其实刚刚单张的话可以下一个鬼哈，过了。然后呢，花牌做个双王也可以，不够打吗？嗯，下了鬼过后呢，还是要打单张，还是要回那个那个二回不到的话呢，还是就等。不要了。所以索性不如第一个二都先等一手，如果再见到单的话，嗯，反正花牌可以做个三带。二对，嗯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三带一。三带一，好，前面四把牌打完了，总体来说呢，分差不大。现在分数领先的擂主陈勇是29分，何荣胜负16分，程建夫负13分。我们稍作休息，进入广告，待会儿再见。好，欢迎回来，接着看整场比赛的第五局。不叫三猛不抢六七八可以做姊妹队。嗯，那个牌其实他纠结的是花牌拿来猪四打的话，应该又没得上手的牌了。三带一，那么其实那种开三带不如先开单开个单张，因为毕竟单张太多了。三带一，本来都单五张牌，而且那种打三带出去都把自己的牌型打固定了。嗯。不要了，你看过了，小三带打出去收不回来。九，框，二，不要了，小鬼，过了，大鬼，不要了，过了，四，嗯，再过张勾，勾杆儿，还是不够打呀，你这个牌还要二，过九，过了。不要了，七。如果他们打对子的话，对他是很有利的。过了，过了。嗯，对子对口直接是大牌了。对，过了。还有可能对路出来了。过了。那种牌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打一个四包一对路。不要了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不要？这一定是手滑点快了。谁？我们要看分数啊，现在呢？何荣胜负22分，陈勇32分，程建夫负10分，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啊！嗯，本来对 K 接了四的二，打了直接扳住后可以投手的牌，就银牌打输了。一蒙，不交。两蒙，用微加可以适当的交个两分。嗯，嗯，不错啊，
双王四张尖。九是勾圈 K， 掉下十和圈。七，嗯，单十张牌。嗯。K， 过了。二，打了继续可以开个单三。过了。等到起过十和圈，过一张或者说过一对五，那个牌基本上都成型了。三带一，过了。嗯，主动打三带。陈勇这边可能花牌要做个三代把它接了。三代一。三代一。哦，这样的话好可惜啊，不过他也没办法。嗯，三代一不要了，关键是还没有拿到牌权。其实如果不要的话，那扎赢的应该还是比较轻松一点，他能够要了的话打起还稍微费点力。嗯，好在这个圈是大牌。好在上面，哎，对的，他大牌基本上拿控制完了的已经过了。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孙子过了，不要了。但他那个牌如果三代打出来，他都没两炸的可能性。对付，嗯，也只有一。因为那边一跳的话，跳得直接爆单了。爆单的话，火箭比周双炸了十点二能够跑。对，好，现在呢，程建夫是负两分，陈勇二十八分，何荣胜负二十六。不巧，一梦。两梦，三带对，三个四带对六，三个二回对吧？三带一，三带一，过了，三带一不要了，过了。其实打三带对呀，首先是破坏对手的一个牌型。三带一的话，对破坏牌型没得太大的影响。对七，对 K， 不要了。没想到。不要了。哦，是我误解，我一直想到起我们经常打的一种方式，可以三带对勾。是不可以，啊，那个只能打三带一。对对对。孙子，过了，不要了。那个都没错的，应该是我那边。孙子。搞忘了就。好。不要了。嗯，七道圈一把顺子。不要了。对毛，现在陈建夫的分数清零了。嗯，陈勇分数还是领先三十分，何荣胜负三十分。底牌还有一张小王，如果陈建夫抓了会非常好。两梦，不巧。嗯，从他手上的牌型，不巧，他叫三分还是没得太多的自信的。姊妹队，不要了，过了。打个三回个二都够了，那个牌局。三。七 ，K， 二，过了，不要了，四，都没必要打这张十啊。二，过了。反打子都是一些。火箭。是啊。姊妹队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打完了，现在三位的一个分数情况。陈勇呢，目前还是领先的二十六分，何荣胜呢负三十四，程建夫八分。我们休息一下，进入广告，广告过后回来再接着聊。
十全十美优选商城上线啦！看到吃不到，节目里的美食哪里买得到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十全十美奔赴原产地，零差价为大家寻找美食。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或者打开微信搜一搜，输入十全十美粉丝团，点击关注公众号，即可进入商城选择购买，全国快递到家，足不出户就能吃到特色美食。好起扒货，快点来煎哦！登录3w.gogo.cn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参加我们节目。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天看两次娱乐耍大牌不能解决的，如果有，那就看三次吧。2019年娱乐耍大牌赛事大调整，除了每天午间12点档和傍晚18点档，还新增一个深夜23点档，一天播三次，欢乐不停，精彩延续，一定要盯到砍，搜到砍，目不转睛的砍哦。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耍大牌节目的录制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小满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恒丽。看节目的时候呢，再次提醒各位啊，您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看法呢，都可以来跟我们沟通互动。首先呢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60-6655，其次呢，还有两个微信公众号，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是文体娱乐耍大牌，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是广电娱乐传媒。再来聊一下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节目啊。其实今天上半场打到现在呢，分差不算太大。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擂主陈勇老师。今天也是他首擂的节目，你看完之后你觉得他打得怎么样？因为从上半场来看哈，陈勇老师的运气啊，也还是有，而且在打法上啊，也没得啥子太大的问题的。对，其实对他今天要守擂能否成功啊？还是个未知数、现在还下结论还为时尚早。对对对，毕竟分差也不大。那么陈建夫老师呢，你对他印象怎么样？我觉得陈老师其实在上半场三位选手当中，他的牌面算是比较好的，就拿到花牌还有拿到双王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。他和那个陈勇差不多、差不多，他俩差不多、因为陈勇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前面两把抓地主都是拿的一把是双王对二带个花牌，一把是双王当二带个花牌，对对对，而且还明了牌的那把，他的忍耐力比较好，所以说到赢两寨都对他现在领先能够多分出来还是有原因的。而且我觉得就是陈勇老师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有记牌，然后呢他也稳得住，有经验。关键是像我们三位选手当中的这个何荣胜何老师，相比之下的话失误就要多一点了。对。那他的打法上思路上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从第一把那个花牌起手都把三带来接了啊，其实对，有点那种啊，都有点操作过急了。毕竟当庄家抓起来过后打个三个三，你手头有花牌，有唯一只有三个四，只有唯一组架的机会的可能性，你用三个四去接来完全没得必要的。其实可以看哈儿同伴到底有没得能力，都算同伴打不起，因为花牌在我手头，我要让庄家打不到春天的可能性其实还是很大的。对对，所以说呢，三位当中看下来，何老师可能失误稍微多一点，二打一的经验呢稍微欠缺一点。不管怎么说，分差还比较小，看三位在下半场的发挥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。不巧。客观的说，何老师在三位当中的机会相对也要少一点。对，相对机会确实要少一些。可能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嘛，当你拿着一把银牌打输了过后啊，可能他的牌面呢都不倾向于你，有点影响心情和士气啊。对。谁？哦，那个牌一分抓到底牌了。这个牌应该是陈建夫的牌。狂。其实在陈建夫老师那边呢，首先你有花牌有王有二的情况下，而且分数现在不是处于领先的位置，其实可以适当的叫个两分。对，不要了，过了。六四K 二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三
这应该是拆成两把顺子的打法啊。嗯，对，悄悄的过三张。K。二。那种三根儿扯了一个个的，每个都上手了，那个基本上可以断点。都说拿到花牌那边，只有和王组得成炸弹，和肯定没其他三代的了。嗯。但不存在百分之百嘛，起码百分之九十可能会断言，不然的话那种拿到不合道理啊。对，孙子，火箭开炸了，但是他的手里牌型并不整，嗯，给同伴传牌的话呢，对三也不整。他只是看同伴打不打得完，因为处理了那么多单张了。桃四，过了，过了。这一炸送给擂主了。其实陈建夫老师那边呢，既然拿到了双王的情况下，那么起手当庄家陈勇打单张的时候啊，他完全都可以不要，让对让同伴走，先把单张调整完了过后，最后我来传牌。是的，配合没打好啊。K， 大贵，不要了，过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局结束之后，现在的合同胜率是36分，陈勇30分，陈建夫6分。不交，两梦。不交，两牌。这个牌名牌哟，这个牌名牌有点冲动了，很难打哟。你断七三四六全掉下了，谁？我都怀疑是不是点错了。这个没有名牌的道理啊！应该不是点错了，因为他是考虑了很久、很长时间才点的名牌。狂，他是觉得他的上行牌比较好，比如八以上的牌基本上都是三代价对不要了牌型，而且娃娃牌拿的比较多。但是他没考虑到自己下头35路没棋的情况下，自己手上单那些那么多单张，其实当你调整的差不多了的情况下，对路对手的牌也调整的差不多了。是的，更何况花牌并不在自己手里。嗯、对，对狂，对 K， 过了，对毛，过了，不要了。其实作为像三代一老师那边的话，基本上看到那个牌，看到不要了，过了这个牌的话，都晓得他肯定是挨炸挨定了的。嗯，你打到最后，你始终要爆牌。对九，不要了，过了。对勾勾儿，不要了，过了。六，然后要都不可以不要那个牌，让你走，走到最后我开炸就行。何老师还是有点沉不住气哈。嗯，其实如果不要的情况下，那么当陈建夫老师比如大王下来再打单十秒，我再下毛把你二破了，能够开炸要好炸一些。现在都可以开炸了，火箭。孙子，嗯，先打九十个关卡，都给同伴传递个信息，我要跑了，就不要来接牌啊！哎，对，桃四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对七。好的，来看一下分数。现在呢，何荣胜负30分，陈勇36分，陈建夫负6分。不交。一梦，不抢。三梦，不抢。
陶死 A。 起手选择了开对子，其实那个牌如果起手先开个单的话、就是、不要了基本上是保留两炸的牌型了。那种开对子的话，如果外面牌稍微跟点，有可能只打得到一炸。对 K 不要了，过了。八冒门过了，过了。姊妹队过了，过了。三代一跳了一个三代，有点考验陈勇啊，估计花牌要当 K 了。其实用不着集结，因为你既然跳三个框了，外头比三个框大的三代已经没得了，那么你肯定不是个三代。如果你是炸弹的话，我接不接都没用的。那么你如果是两队的话，不要了，你打一队，我还有哎，我可以上一队来来封。万一你是对子加两个单张、啊，不要了，拿那个牌，我两张引起都比较轻松。对二关道。不要了，郭荣胜这一对二始终没有下，其实给了陈勇机会。过了，冒门下了的话，他不敢。不要了，对，四点二在外面的很。二，火箭，三代一。现在领先的还是擂主陈勇，48分，何荣胜负36分，程建夫负12分。三梦不抢，不抢，姊妹队。感觉那哈儿。我觉得何老师开牌呢，总是把特别整的牌先扔 了，然后剩下三五八十，都是可以有很多种变化的牌型呢。他走起来都把它打成一种固定的牌型，那种啊，实际上是二打一一个很大的弊端，很吃亏的。狂，你看他掉的三五八十就很难过了。现在 K 不要了，一对 K 拆了。二，过了，不要了。孙子，过了。过了。估计要挨一炸。陶四 A。对，这还不敢。不要了。过了。对九。对二，关掉了。炸弹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十二局结束之后呢，分数领先的还是我们的擂主陈勇54分，何荣胜呢负48，程建夫负6分。感觉何荣胜老师分数落后的稍微要多一点了。对，13局开始是有加倍的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进入广告，广告过后待会儿再见。好的，欢迎回来接着看整场比赛的第13局。两梦不巧，底牌有张小王不巧。这个五的炸弹在中间应该留不下来，留不留得下来那个牌要开牌的话应该还是从单九开始开。下面保留一个多变性啊。对，是组成35、6、7，三代里面还是属于留10个5的炸弹。对，他的思路跟你一样的，开的一张九。K， 过了。二，过了。不要了。其实今天三位叫牌都比较温柔，底分也只有2分。三代一，不要了。选择了。
其实那个时候打三个五啊，稍微早了点，完全我觉得还可以打一个单十来。三代一不要了，过不到，过了肯定圈儿过不到。如果上了二，能够再去打三代，我三个毛肯定是打的。然后打三十五六七都脱手了，狂。你三代能够打了，给不给你感觉都是你可能那时候还是想回二了。那么我再把二给你封到起的话，毛吗？如果说被个牌型稍微跟点打的，你到时候还不敢动了，毕竟手里面没得花牌。不要了，过了。孙子，过了，不要了。对吧？对勾勾儿，过了。你看你哈。对 K， 都比较被动了。花牌没出来，那个都要考验陈勇的那个。火箭，哎，记得相当的准。花牌主不起炸弹到外面。或许他只是放手一搏。二。炸的还是很果断啊，过了，非常果断。刚刚孙子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陈勇现在62分啊，非常不错。何荣胜呢-52分，陈建夫-10分。梁梦。三梦不强，我觉得分数落后的何荣胜老师应该要想办法加倍啊，用一些其他的名牌的方法让倍数更高一点。但是不加倍都算要名牌，最起码要拿到花牌，或者确实说我们所谓的儿童牌那种才贵。像那种牌型是牌看起相当的整，是到是又是飞机又是两个三代的，确实太跟了。但是他可以三到十，三到九，双飞带一对三，再打对肩抱三张二的圈，我觉得这样恐怕稍微好一点。三，哎呀，这考虑太久了。小鬼，过了。好牌不知道怎么拆吗？过了。打翻村的那牌，这下麻烦了。打啥子都翻村了。是要五六七八姊妹队这边。姊妹队飞机都是大牌。姊妹队。过了，那太可惜了。过了，飞机带纸板，这牌输的有多冤？你看，现在何荣胜是-64分，陈勇呢-68分，陈建夫-4分。不巧，三梦。其实像刚刚那牌，我们说去按前前面那个打法哈，打三到。就是大牌，两牌是十个的飞机带两张。飞机如果说打大的情，假如说是真的打大了的情况下，最后打春天肯定是也要挨砸。那么，孙子，我们刚刚看到陈勇那个牌，其实飞机的打出挺好，才接了过后十五了去，只能说保住了一个翻村。那种牌应该陈建夫老师那边不该。火箭。哦，又是一把村炸。这牌飞机带四板。哇，感觉擂主今天这个手擂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阻碍啊。对，陈勇已经是92分了，何荣胜呢-76分，陈建夫-16分，他们俩的分差相对有点大。不巧，而且我们擂主陈勇老师那边他是。其实对较分那些控制的还是比较好。对，都说他拿到，虽然说领先的是两梦，领先的比较多，不强。但是当我拿到一把比较好的牌的时候，绝不手软。不加倍，不加倍。对三。套四，对 K， 对帽，不要了，
怼耳关道，不咬了，过了。三带一，三张圈带六这边。三带一，过了，不咬了。九，狂，不咬了。K 也过了, K 穿进来了，这个 K 过了的话它好打得多。R 不咬了，不咬了。四，毛毛 R 小鬼过了，不咬了。三带一，过了。还是差手牌啊！不敢动，你要么过个十，要么过对十，因为毕竟勾勾没线。火箭是大了，哦。顺子，还有六张牌，不要了，啷个也出不完噻，一手牌。先看一下，但是呢，炸弹刚好有张十，传得过来，传得过了，过了。毛毛，过了，过了。他其实再忍一手的话有机会，我觉得是赢了。K 还是没忍住啊，沉不住气啊。过了，对九，过了，不要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三代一情况啊，陈勇的分数都破三位数了，101，何荣胜负94，程建夫负7分。刚刚这个牌我们来复个盘吧，感觉何老师还是有一些沉不住气啊，把银牌打输了。啊，对。其实前期那种处理都没有问题的，三带三个框结了，打个单九，没问题，可以。二点肯定不敢要，对，四带把二点穿起来，那在那个时候不能炸，都首先一个都是考虑外头的断章，现在还有勾勾，顺子我虽然是打了，要么我过到十，要么我穿对十，要么我捡到勾，那个时候才能构成开炸的条件。那么当陈勇老师打三对一的时候，你可以算一下他手头现在是六张牌，如果是他是四个七张牌，是七张牌，七张牌他是啷个都跑不完的，七张牌你首先构不成扳子跑，对，也不会是帘子，也不会是顺子，因为顺子没有那个长的顺子，你完全可以让一手。这个牌还是不应该开炸啊，那个时候其实都不应该要。立马再忍一手。陈勇的话应该还会再扔个三代，会继续打三代。是的，打三代陈建夫老师这边不要。那么我还是没见到勾勾，我还是不够开炸的条件，那么我必须要忍一手。而且越往后这个勾成炸的几率就更高了。更高了。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打对勾出来，我都可以开炸了。没错。四五六七八九十打大。如果说你是比对勾小的对子的打出来，那么我过对十。对。假如说那个时候都是看陈勇老师那边你啷个一个选择了。如果说你打一个单客，那么我在不确定的因素的情况下，我再去开炸或者说动用大鬼，那么胜算还要高一些。那是后期的一个考虑了。但在前期，你一定要看到对手手头剩几张牌，你判断他到底一手能否出完。如果说只要一手出不完的情况下，我没得必要去搏的。假如说那个时候陈勇老师手头剩的是四张牌，你可以去搏他剩三带一，剩的三个勾带一个，那个时候去炸了，如果输两炸，其实那也都认了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三猛。枪底一座，不枪。枪底一座，打单张，可以组六七八九长姊妹队。不加北，不加北，我。七，勾杆儿，
儿，过了，不要了。对路，不要了。对框，对帽，不要了。对耳，关道，不要了。还掉了八和勾。嗯，这大陆是八九的姊妹队，如果不砸的话都姊妹队刚好就三代。嗯，不要了，过了三代一，虽说赢下了但分差还是很大呀。嗯，不要了，相差后面两把队的很难，基本上火箭勾杆。嗯，确实啊，我们来看这分数啊，尤其是何荣胜老师落后最多，负的106，陈勇呢89分，陈建夫17分，只剩下最后一局了，感觉陈勇老师应该这个擂主做定了。嗯，对，我们进入广告，广告过后来看今天整场比赛的最后一局。登录3w.gogo.cn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参加我们节目。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只剩下最后一局牌，但一定要接着往下看。重庆文体娱乐频道稍后将为您带来开心剧场，开心剧场超长巨献，让你一次看个够。好，欢迎回来，接着看整场比赛的最后一局。三梦，不抢。枪底一座，不枪。啊，那个牌还挺整的。嗯，两把顺子，一个三代，两牌，必须名牌。不加倍，不加倍，顺子，不要了。过了，九道尖，顺子，不要了，过了，框，二，你都明了牌了，还不敢去等那个人，不要了，啊，滚吧滚，打死，对三，过了，不要了。对吧，过了，但是两家牌不整。嗯，他边打得完了的吗？哦，这边何荣胜不要了，已经打四张四可以拖，六七八九十全拖了，打个 K 都拖起了，没错，不要了，那是明了牌的，那种牌既然了明牌都没得再打单的道理的。嗯，对嘛，要考虑打单，那么我其实不打个单，直接逼炸。哎，对，那种牌两个顺子跑了都必须等二的牌了，没得用过其他打法的。现在还添一下是吧。嗯，砸单，很遗憾啊，最后呢这个牌也输掉了。我们要恭喜擂主陈勇老师，他是坐收渔翁之利哈。对，恭喜陈勇老师最后呢守住了擂主宝座，也要感谢我们的评判嘉宾陈亨利，谢谢你的参加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今儿这场比赛顺利的结束了，我们最终还是陈勇老师获得了今天的擂主啊，而且是大比分领先。嗯，真不错。来，有请陈老师。陈老师，这边请。哎呦，今天运气超好，对不对？哎，厉害。而且牌也很好。嗯，我想问陈老师，有一把牌，嗯，就是你开炸以后，嗯，花牌没有出现，你手里是3、4、5、6、7那把小顺子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记得。你那把牌是有算到外边没有炸弹了吗？嗯，算到。啊，嗯，哇！我就是因为我跟我们的平台嘉宾一直在说，这个算牌太精确了，花牌组炸的可能性比较多，但是他有算到，然后立马开炸，毫不犹豫。这说明陈老师确实那个经验老道啊，真不错。来，荣誉证书颁发给你。好，我们的梦想金累计到了1700元。嗯，同时呢，感谢擂主捐出20%的梦想金作为爱心公益金累积。节目最后呢，提醒大家记住我们的报名网址3w.gogo.cn。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，拜拜。拿好牌装。抓炸弹，呦呦呦呦，一群玩闹，他跑跑有点跳，轻车爬山爬起来，把我留多少？你昨天拿到我，拿到好牌的。